新加坡。姐姐，你是谁？我是一星。你是姐姐是吗？你？我是一星。一星是妹妹。我是妈妈婉君。我是爸爸燕明。那我们今天是在靠近宜顺 MRT 的自在哦。来，自在在，对，那今天我们这边有很简单的家庭素食，那我们有我们的吃的鱼翅汤，妹妹，你要介绍吗？不要。那今天是这个是比较难准备的一个鱼翅汤，但里面呢是有大饼一点，对。里面呢是有素的 ham， 那我们有假的鱼翅，然后我们有鸡蛋，然后我们有蘑菇，还有红胡萝卜。那这些菜呢，我们在家里进货上是不会准备的。好，来到印度煎饼，妹妹你要介绍吗？印度煎饼，对，是我最好吃的，是你最喜欢的。对，的餐在这边。嗯哼，你要不要点咖喱？你一点点咖喱吗？妹妹，一点点要。他不要咖喱。那你要试试吗？我要。你要啊？对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有姐姐喜欢吃的芙蓉干，姐姐要来介绍吗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里面有蘑菇啊，那个素的 ham。然后萝卜、然后下面你有白菜。为什么你每次来这边都点这一餐？因为这对我太好吃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介绍这边爸爸喜欢吃的三八臭豆。是的，因为只有我比较喜欢吃辣，还好啊，只有唯一可以给他吃的。臭豆就是这个了。对，那其实在这边也是，对，来可以看哈，里面是它还有一些菜肴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素肉，很可爱。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也是我在家里厨房上基本是不会准备的食物，就是麦片啊，今天没有鲍鱼菇哦，它就换成了麦片虾。那这里面是薄薄脆脆的素食肉，跟是有点甜，对，有甜的。那姐姐平时喜欢拿来放在饭里面吃，对，配饭吃，其实是恰到好处。那最后呢，我也点了一个叫做家乡豆腐，那个假肉我蛮喜欢吃的。假肉你喜欢吃哪一个假肉啊？可以送给那个小小的 mince meat。为什么呢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对，那姐姐可以讲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素吗？我从妈妈肚子里面才吃菜。一样。就是。一样，所以一样。妹妹什么时候开始如素？跟姐姐的 response 一样。跟姐姐一样。跟姐姐一样，什么一样呢？什么时候开始？在妈妈肚子里吃。那姐姐今年几岁？10岁。你看着我干嘛看镜头啊？10岁。say hi喽。10岁。那念几年级？4年级。那你有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比赛？有。拿了第几名？第3名。第3名。跟2年级才拿到第2名。第2名。对。那妹妹呢？妹妹今年几岁？我8岁。8岁。妹妹什么时候开始吃素？刚才讲了。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吃素了。为什么要吃素？因为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不是我们的食物。对，那你爱动物吗？爱。那如果你吃了动物，动物会怎么办？他们的孩子不会看到他们的妈妈和爸爸。那爸爸可以讲一下爸爸什么时候开始吃素吗？应该是2008年吧，那时候也是，也是商人的呼吁啦，叫我们
一直要留宿嘛，然后因为也是参与这个环保的活动啊，对，是也明白到设施的话就比做环保更快的这个嘛，那个温室效应减少了，所以你做环保是把那个资源回收嘛，但是如果你吃吃素的话，就是就不用砍伐太多森林来养那些动物，然后给我们吃，所以这个环保的功效会比普通做环保回收更来得更大，就这样。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，大二的那一年，因为在东马念书，所以那边全部东西几乎是辣的，所以呢，我就第二年就搬出来自己住，然后因为是吃素嘛，所以就自己煮，所以就买了几样菜，青菜什么都好，就是这样子简单的吃，然后也是蛮省钱的。那后来到了2008年，第一次回去，金色的时候，那听到国际局长的分享，因为那时候就是跟我师兄刚刚注册结婚没有多久，然后我们就想到要白酒还是不要白酒，就拖了整半年，然后2008年回到去金色的上了国际学长的那一刻，那其实我不懂哦，我是跟他在同一个礼堂，不懂他有没有听得到这一句话，就是你们摆喜酒干嘛要那么多的眼睛来看着你们，所以之后我们就决定不要白酒，那我们的结婚就是很简单哦。其实小声讲哦，只用了26块注册罢了，我没有拍婚纱照哦。所以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，就是希望我们的家庭可以有一个新的文化跟环境，因为全家人一起吃素的话，我们出来旅行啊，还是做什么，都是有共同的一个意思跟一个文化交流。姐姐有什么东西要讲吗？我没有东西讲。Nothing comes in my mind. Nothing comes in my mind. 有阿妹没有走进去我的头脑了。你喜欢哪一道？平时我们每次来的。刚才大家都有听到哈，她是运动员，那妹妹呢就是记忆力也是很好，那其实他们都是很有耐心的小朋友，那几乎是很少去看医生，所以通常生病当然是会有那个，只是一个最普通的，所以来吃素的话就是没有错了。那为什么爸爸但是不好意思，可以两道。对，你可以吃一个。好吧，我们就吃这个豆腐吧。这个豆腐其实是这个是很滑的，然后它的酱油真的是很到位。好啦，这样我先吃啦。好，那几乎是他讲他喜欢吃，那我其实是不吃辣的，来我来试。那里头呢就有我的印度煎饼。你的印度煎饼要试吗？要。里面有什么？好吃。为什么好吃？因为有那个咖喱给比较辣一点点，所以比较好吃。对，您开始学是辣椒了哦，是吗？要开始学是辣的，要跟爸爸一起是辣的。学校买了那个，学校有卖我的。我看说每天吃咖喱跟饭。差不多了，欢迎大家。什么？
样式的家庭生活。感恩大家。拜拜。